今天如果你们三个字超过我们，我一人发一万。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我讲话不三个字，大家29分呢，那不难吗？然后就拼一下，24哎，没有过，一人给我1000就好，好不好？啊？哦，原来有这个赌注。拼1000对100的，不要10000对1000的。这个增加太强了，500块坐车都不够。要坐去哪？你坐车去哪儿啊？你要我回桃园啊？回桃园。你住桃园？桃园干嘛？桃园有人啊，我不能讲。联想天梦史上同一招，奶奶队竟然没人搞得懂这题目。看得懂吗？完了，他不知道。完了，没有想法。我会不会也不知道？没事，换个人。这好难讲哦。你很难，会不会也不知道？知道了。你很难去。知道了。你知道吗？啊，你也不知道。完了。我？我们没到。完了，那还难跟你下去了。5个字，好莱坞男星。喜剧演员，演过足球的。命运好好玩的喜剧男主角。他演那个惊艳博物馆的男主角。等一下，我们先回去。等一下，精彩又爆笑的天才冲冲冲100秒后登场。天才冲冲冲。来，请导员限制级镜头。哎呦。3个字、4个字、4个字以上，2个字，对不对？2个字也有乐透啊，中乐透，中乐透，对，2个字简单。奶哥，刚刚我们摇晃，又看到奶哥，不要这样子啊。其实我觉得你这讲的你是外国人混血就好了。好，我下次会自己说。不是你假装出道就应该这样，你要练口音，假装是外国人练口音啊。你随便选一个国家的口音，然后开始练。我不太会讲中文。好像，你是说你这样口气有点像，你是模那仿那个日本跟台湾的混血？模仿，对，你的口音啊。你刚刚是什么样的口音？日本吗？他刚刚是日本口音，他学丰田，他是你的团员，丰田比较常相处，所以比较容易学到这个。哦，投球台，那他就是中日混血啊。我们有一个 Teddy 就应该蛮担心的啊。来，进入我们成群队，欢迎第一位史宁。大天、费真、维尼，来，我们这边 Teddy、秀秀、侯以文、孟哲，好了，来，先猜个圈，猜拳了，剪刀手，不，哎，奇怪，没赢过什么？啊，不，有赢过，好了，那我们就看你们难看，好，我们先，难看，好吗？好，我们后攻，你们先攻，好，好吧，就位。现在你们先攻好，我们有6张椅子，谁休息？我先，因为我觉得他阵容已经够了。哦，哎呦，你真的这样想？你这么乐观是不是？你没有要管别人，刚刚哪个就跳出来这么快？我们女生做24，男生做135。好，女生做24，男生做135。可以啊，这个阵容很坚强的。这有点运气了，2个字都简单。对啊，2个字很好接啦。2个字好接吗？但是2个字，你看到没有？只有1个机会比较好接吧。只有1个，其实3个字加3个字以上的也好接，对对，没有限制，三个字也好，三个字我觉得4个字最简单，我觉得4个字比较好，三个字比较常用，对，常用到，来，请转，用力，4个字比较用力，可以了，没有力，4个字，哇，4个字可以了，4个字。四个字可以啦，4个字有什么哈？可以重启2次哦，等等。来，准备哦。重启2次，4个字的，好，限制级接龙 ，Ready Go。修杰克曼，哇，慢条斯理。对啊。礼义廉耻，是尺度大开。开。开门见山。山中传奇。齐大飞哦，偶吗？救他！怎么了？齐大，断了以后，藕断丝连。回到这边，齐大飞偶不行，什么叫齐大飞偶？齐大飞偶没有，改一个成语吗？齐大飞偶哎。有其他飞偶啊？有这个吗？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们都不知道。时间暂停了，要暂停，暂停，会加上去。其他飞偶没有吗？有吗？很奇怪，不要急，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婚姻门第悬殊，不敢高攀对方。其他飞偶，其他飞偶，意外，哪个奇啊？而且你会有谁？整齐的齐，整齐的齐，然后大小的大。
好了，大家各学一个成语了哈。好，行，那我们时间从这样，其他朋友有来继续。藕断丝连，漂亮，连，连，连做处分，连做处分，奋不顾身，漂亮，身强体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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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大声势。可以，壮大声势可以，壮大声势是，四张声势，士气非凡。什么叫士气非凡？没有士气非凡，是啊，有是非之地，是非之地，是非之地，地快，好简单哦。我跟你讲，地广人，地广人，人地广人稀，对，稀稀稀，稀饭好吃。没有，不要快点，不要不要开玩笑，稀饭好吃就想要吃，肚子饿。倒也倒，飞天外飞仙，天外飞天，天外飞仙，那个卡通，所以我说天外飞天怎么接到他仙？天外飞仙，不用，四个字是简单，厉害，三个字比较难，三个字难，我们要玩一下，四个字简单，蛮多的哦，好，二十三个，道义有道，再来一次，四乱，道听途说，道垒成功，道垒成，道垒成，对，都很好啊，我跟你讲，四个字随便接都有了，真的，随便接都有了，真的，好不好？我们不要用到三个字、两个字就好，四个字，四个字，我们跟他们拼了，好，你们来，好不好？那还在，我们就不要转了，我们跟你们拼一个四个字。好，我还是转一下好了，转一下，我没有光转，转一下，转三个字。游戏规则嘛，没有被转，没有被骗到，对啊，不是这种，我们有转，转那个，好，转那个，好，来了，攻守交换。我们补充一下，更正启示，刚才的倒果为因，压线算。对，我们要讲这念倒是念倒，是真的念倒，是倒，倒果为因。我们就要常说倒果为因。没关系，我们待会那个我们就转个四个的，四个，我们跟他们拼。还是你就不要转了，直接四个，看他们看你们啦。一句话办不到，要不要？要公平，要公平。我说你们转三个字。不要，他们不要，不要先，我们先休息。都可以啊，看你可以决定。海底捞的照片，那个中日混血。明明就是他要变中日，他是外国人变中日混血。中日混血，这样观众觉得说，哎，两个相同他就红了。每次来呀，别一个国籍。一个外国人是中日混血，下次来变成纽日。纽日混血。哎，这个更好赚。请排位置。我们一样啊，好不好？我们二四啊，你们一三五，谁一？来，熊二，小熊一，来，熊一，只能够后面提示前面嘛？对，只能后面提示。一样不能行，转盘四个字，跟他拼三个字，两个字，四个字，乱讲。没有画面，没有，全都是两个字。你来看，谁都说两个字，两个字，不是两个。那这样为了公平，重来嘛。没有嘛，你刚刚说要四个字。哦，两个字，四个字吧。两个字，弄死他们，难吗？两个字容易多了，简单，两个字最简单。你好幸运哦，真的吗？真的是。好了，准备，限制级 table， 两个字。1分50秒的，对 ，Ready Go， 150秒，好，出题 ，Ready Go， 跳票票票价票价啊，假期，祈祷岛岛岛屿岛屿，
舆论，那是舆论，雨伞，伞架，架子，纸约，约定，哇，好快，定数，对啊，定数，数学，学问，问题，提问，问答，答题，题库，库存，存货。货物，物品，品相，项目，木头，头发，发丝，丝袜，袜套，我偏远一点，袜套，套子，对呀，套子，子孙，孙子，对呀，子贡，品尝，品尝，尝试，原因一点，试用，哇，用人，又是用人，用品，品德，对呀，德性，性，你最爱的，性爱，爱情，勤奋。奋力，力量，量子可以有量子，量子可以，量子过，重复前面的有什么啊？紫龙，什么紫龙啊？紫色可以哦，色黄，我不能这样的，没有色黄，情欲，欲望，字子龙，旺夫，夫妻，欺骗，骗人，可以啊，人比较好骗人，人很简单，有一条路，随便问，人情，情侣，吕布王，吕布，布装，装，庄家，家人，人，太多。50几的啦，真的啦，三四十，起码我们应该八round以上。南哥，你刚才不是说要四个字吗？我们可以啊，是他不愿意啊，是你们不愿意要叫我们赚的啊。赚不到没办法，超快，真的好快，两个字太多了，行云流水，快到根本两个字太简单，快到字幕来不及，哪像比赛，这跟他示范的，哇，还是会不会是因为 Teddy 在那边？头脑好流畅哦。是你们的，你们的快乐是54啊，是54吗？对啊，我这两个字可以拿掉了，已经排名34啊。那我们第二 round、第三 round 都排开，两个字只有一格哎。南哥，我们两个字跟他们拼了，好不好？两个字跟他们拼，好不好？要不要这样子啊？这一题跟你们两个字，好不好？好啊，真的假的？我讲讲了，但不是认真。好坏，OK， 给我们希望。动手交换，你们想上的、想玩的自己上来，想玩自己上来，已经放弃了，这么随性的，这么随性的。但是如果他们都抽到两个，那就男女看。好，我们男女生，男女生，我们坐24。哦，女生坐135。好啊，对啊，我坐135，没错啊。好来，女生坐135。加油，快上来！哎呦，不得了，怎么这怎么又更正启示？外场呢？听到一个声音，停！等一下，我干嘛？等一下，哦，刚刚分数记错了。哦，刚刚54，对，结果呢？他少记了一 round， 少记，快太快，59，太快了。哇，我们59个哎，真的有那么高哦？所以是11 round 再过4个。哇，他刚刚少记了一 round， 数字好强，真的有这么多哦？不能怪他，要怪你们，你们速度太快。我知道，看你们那段的时候，你们在而且我们这59还是破这个最高纪录。平，最高。他说平啊，不要骄傲，平。不要骄傲，因为第二 round 我们就会破了，想说先讲一下。哦，这样。一个也破，那一个就让 Teddy 来讲就好。好，这样子。好了，给你们机会，好不好？好好赚，啊，来，用力。手掌张开，然后手指朝上，然后比赞，然后一直按。完
哥，你知道答案应该会生气。你不要生气，先答应我。你先不要生气啊！你真的先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觉得讲的不够好。不是，我都已经有感觉了。天才冲冲冲！好了，给你们机会，好不好？好好转，啊，来，用力。两个不要翻，你都没有力呀、啊。三个字，三个字啊！好强，对不对？四个字还是三个字？哎，这是四个字，四个字吧？还是四个字吗？还是给你们挑了三个字，四个字。我觉得四个字好，四个字好，四个字啊，四个比较好，四个字啊。你看我们给你们挑好，来准备，150秒，限制级接龙 ，Ready Go， 天下为公，公公平起见，见见见不如飞，飞飞天遁地，地地广人稀，稀有动物，物。物什么？很多东西，相同的人会靠在一起。啊，误会大。再一个成语，相同的人会靠在一起。对啊，他们都同性质的人。物很多，很多物很多。言之有物，物尽其用。对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疑人不用，用。用法说明可以吗？哪什么叫用法说明？用有一个就是还有什么？我在想用有什么？用要不要重启？可以重启。用重启。从用疑疑用人不疑，然后他讲话疑人不用了。他可以重启啊，从那边重启。疑来还有没有？疑还有很多，疑很多，文字的对，疑很多。那个你要提示他，你要提示他，我提示啊。疑你救他一个，你救他一个，疑有没有？疑很多。疑神疑鬼，疑神疑鬼，给他接鬼，疑神疑神疑鬼，疑神的换我接，鬼哭神嚎，鬼哭神嚎，好法无伤，这样可以，毫法无伤，你叫豪大鸡排就好了，钢琴酒店，电随便，电光石火，嗯，漂亮，火山爆发，发人深省，电光石火不行吗？电光火石，也有火石可以。你讲错了嘛？哦，电光火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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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石门水库，库，嗯，那个东西卖完了会显示什么？这个东西会怎么样？库存无多。不是，叫无多。另外一个，库存不足，库存不足。对，足球选手，足球选手手心手背，手心手背，心肝宝贝，背什么？哦，我们说那个打仗的时候，然后要怎么样？背有一个数字在里面。背水一战，对，背水一战，战争爆发，发，有人又发。八。发人深省啊！他讲过了，讲过了，讲过了。发糕好帅，发糕好吃。发财红，发财夹痛，发财红中啊！发财红中又发，发还有什么？发加多了，发扬光大，发扬光大，发扬光大。哇，卡住就是卡，我们卡哎。发人深省，讲过了，讲过了，讲过了。嗯。电光石火，你知道电光火石吗？十八也蛮多的，电光石火啊，多啊，不会，18跟59，18分多，所以他们加起来42分，我们已经59了，好吧？还是我们都讲三个字，攻守交换。来 ，Teddy， 你也是讲电光石火，我们还有压力，真的，你休息吧。来，你休息。有压力下去。有压力真的会。你这个卡住。慧珍实在是卡得太早了。我转的，你第二个。怎么会卡？刚有压力就不用解决。我刚第五个。来，还是你要转？嗯，被选一。行，转。来，随便转，随便转，随便转。对，你错了，你错了。你一定要转三个字，要不然我们不会赢。一定要转三个字。不要。好，不会啊。三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两个字就不要玩了。对不对？三个字，有两个字啊。四个字，再大一点点就两个字了。哎，还是我们要不要挑战三个字？给他们机会啊！我们挑战好了啦，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三个字，你们待会下一段还可以。对呀，好不好？赢一下三个字好不好？啊，好不好？可以啊，我们挑战两个字。我们哎。我们要给自己更加的那种有骨气一点，对不对？他们现在赢，但是高标准。不要讲，觉得说我们已经胜之不武了。我们四个字，好不好？等下讲，行，三个字好不好？可以。泰迪，好，你们，你办得到。好，五个字，五个字。还是我们不行的，我们再挑战两个字，看可不可以破纪录。我们持平而已。我们基本上只要抽到两个字的，没有输过。对啊。可能会输了。怎么样？要不要？
好，那三个字好不好？三个字啊，拼拼看嘛，拼拼看啊，拼拼看，这是第二轮嘛，你们的第二轮，你们还有一次可以表现。又甩到两个字了，跟你讲真的。我们两轮都被你们一轮高。真的，好不好？准备，三个字，限制级接龙，三个字 ，Ready Go， 出题，润滑油，润滑油，有一个国家，油麻地。油麻地，香港地平线，限制级，对呀，级有什么？就它，集散地，漂亮，地漂亮，地快点快，我不能提示你，快点，地哦，在那个区域是老大，地头蛇，来，他外国人知道，好，地头蛇，蛇，三个字哦，对，蛇。蛇脱皮可以吗？没有蛇脱皮。坏女人，坏女人。哦，是坏女人。三个字。坏女人。三个字。坏女人。蛇。要不要从？哦，对，有一个水果长得很像，有一种水果，它长得很像蛇，没有错。水果长得像蛇。哦哟，我知道了。你知道吗？有外皮哇！但是我讲到火了，另起吗？另起，我是从它是什么蛇？什么蛇？地是地地头蛇，地什么？有啊，地很多，地，赶快提示他，我不行，地有很多，还是不用重启，你应该知道吧？你比赛，然后你拿了冠军，第一名，漂亮，名，你的那个三字经呢？名。三字经，这是名字出啊，名字出，快点啊，名哦，那个名，那个导演，有一种中药，明金城，有一种中药，成功岭，哦，漂亮，领土大，不行，我没有领土大，我已经让了，领事馆，理事馆，漂亮，管理室。是，外国人提醒他是考试的时候，考试的时候要是关你屁事哦，是你为什么要提示就可以，不行，我们不能讲是试验纸，考试的试验纸，纸什么？纸什么？纸扎人之初，彩线，哇塞，三个字好难哦，三个字难，而且三个字比较难，我一直提示他，然后害我自己卡住，地头蛇就不好接了，对啊，地头蛇不好接，蛇皮果，哎，那叫蛇皮果，蛇仙女还可以，蛇精男，那蛇精男，哎，又才有12分啊，可以啊，还不错啊，才12分啊。哎呦，我们让的太厉害了！而且刚刚陈哥还有帮忙，我想说我们都输那么多。什么？他有帮忙？他帮什么忙？他刚刚是我跳出来帮一下忙，他根本都不给机会。我帮了两题。你们刚刚四个字，我帮了起码三题。有啊，真的有啊。那你要检讨，你还差一题啊？你要真的差劲哎！哎，我如果抽了两题啊，我每一题都会帮。哦，两题一定赢啊！这样就是71-42，你怎么比？对不对？对不对啊？我们差29分怎么比啊？对，赢回来。好了，第三题，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运气好，能抽两个字啊？好，好不好 ？Yes， 有没有信心？有。空手交换。来，谁休息？你啊，都可以。河南生意三回来。帝王蟹。哎呦，来哦，来，各位认真的看他们转哦，放轻松，转啊，你可以的，放轻松，三个字。12比72，不要再看了啦，我们输定了，你们第三个不用玩都不会输，你只要给我们两个字对不对？今天如果你们三个字超过我们71，我一人发1万，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我讲话不三个字，那要加29分呢，那不难啊，29有可
能呢，有可能，有可能。来啊，试看看啊，真的有可能，试看看啊，超过二十九哎，没关系，拼一下二十四哎，没有过，一人给我一千就好，好不好？啊，哦，原来有这个赌注，我以为就是讲完前面的东西可以开始玩了，没事，赚个五千块蛮好的。哎，你这样一个人要六，怎么样？要不要拼？算了啦，算了，不要浪费会的，没有，真的是拼一千对一百的，不要一万对一千的。这个庄家太强，五百块坐车都不够。你坐车去哪儿啊？你要去回桃园啊？回桃园。你住桃园？桃园有人呐、啊？我不能讲。老婆，少买少再看。没有关系，他就住桃园。三个字啊？三个字哦。来哦，限制级接龙 ，ready。草上飞。飞，那个开飞，飞人类，飞人类，类类类固醇，存钱筒，哦，存呢？存呢？好的，存呢？它是存呢？存啊，没有卷舌，没卷舌的，没有卷舌，是卷舌的吧？没有，存，对啊，卷舌的吃。存钱筒的存，存钱筒是没选择的。存按摩。对，摩天轮。漂亮，轮。摩天轮。轮到你。轮到你了。快，我们在拼神机啦。快点啦。提示他。啊，那个你的那个摩托车上会有什么？轮什么？专门卖那个的。轮。专门。卖你车，你的车啊，你车需要什么才会动？轮胎啊，对，所以专门卖轮胎的是什么？一定有一个类似这样一个东西。专门卖轮胎的是什么？加几个东西，轮，配件的东西，轮店。专门卖轮胎的地方叫什么？啊，我帮你。轮胎店。好，轮胎店。哦，电火球。电火球。电火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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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求求那个求什么？求求有什么？求人？求求求状物有这个吗？可以啊！求状物可以啊！求状物，求状物可以对不对？物有啊！物理课，课桌椅，漂亮椅，完了哇！完了，一又完了，五三，哦，是我，对，是我，那个屠龙刀跟什么？倚天剑，对，剑，哇，厉害，骂人的，那这个剑什么？这个女生不好，骂她了，剑拔了，剑拔了，什么？这个女生不好，你会骂她什么？剑，不要讲这个，好了，剑家长。见家长啊！见家长，见家长，长知识，长知识，长知识。嗯，是可以吧？士气都可以吗？没有。我们要检查那个时候会看一个什么？手表笔。那一张图叫我们叫它什么？考试的时候会过错。视力图吗？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另外一个说法。视网膜。可以吧？魔。越来越。磨刀石漂亮，石。时钟剑，那个有个童话故事，里面有一把时钟剑。然后我又见，你看见女人嘛，见女人见家长，什么见家长？有啦，可以的，有啦，见家长。那有没有见岳父啊？见可是健身房不行吗？可是大部分人真的会讲见家长，健身房就好。他跟你讲说他是见了家长就很突然觉得见家长嘛。他一讲的时候，我以为他在骂家长，因为他上一个讲见女人，然后马上又见家长，我以为他在骂人家爸妈。哎，到谁？到董子令是吧？对啊，多我们一分嘛。十。刚刚我们三个字的是十三呐，多两分。十二。哦，也蛮厉害。我们是十二，他们是十四啊。也蛮厉害的，效果好，还好意思讲啊，效果不错，他连播啊，56-71，我们最后就不用录了，你们不用玩都赢，哦，他时间不够，不好意思，来，好，56，我要破纪录，破百，好不好？好，我们两个，好不好？我们现在再弄个29就破百了，破百了，来，对不对？我们最高纪录是多少？最高纪录？没有破百，来，攻守交换，有没有破百过？那个 Teddy 休息哈 ，Teddy 休息。通告费真的应该晚了，健身房不会说，我第一个毫无悬念，Teddy休息啊。
哎，四个字我们可以破百哦。可以啊，有可能两个字、四个字都来。准备，请转。命运的转盘，四个字好不好？四个字，我们今天不要玩到四个字。我们来尝试一下四个字。哎，不会吧？两，哇，两个字，没有碰，我没有碰，我是不小心碰到。两个字，应该是两两个字啊。大哥，这样子，直接给我们四个字好不好？好。好不好？好，我们拼一下嘛。这个道具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这个道具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三 round 可以两 round 转到两个字？对啊，这就是什么？善有鬼家必有余庆啊！我们都善善类，我都转不到，四个字，我转不到。我们有福报，怎么你们随便转都转得到？那不是四个字，四个字，好不好？我们拼一下，对啊，我们拼破百，好不好？好，加油，四个字，二十九个，二十九个，来哦！哎，破百，陈哥也要给钱吗？你忙，你忙你的。你吃人说梦，还要给钱？好，准备，限制级接龙四字步，150秒 ，Ready Go。黑白无常，长命百岁，岁岁年年。嗯，年年过那个有很多啊，我也不知道，就人家会年年有余。鱼鱼鱼有什么啊？哇，成语有他有啊，成语啊。鱼有什么？完了，我卡住了。成语很多，人家在那里拼了半天，然后到最后叫成语四个字就好。你拿到好处。哈？啊？鱼？哦。愉快愉快心情可以吗？不行了。没有。鱼。淡水淡水淡水那个很有名的景点，大家会去那里坐船。渔人码头。对，漂亮。过。头快点。头。头那个两叠字叠字两个两个两个头头头是道对漂亮啊道道听途说说说文解字对漂亮字字字理是对啊差不多有有有了有字理前面两个字一样的他原本要字字字字哎然后没有字字没有有了字字字理字理什么不是字字然后字理大哎大学吗字理文气没有是生理大学。字字字，有另外后面两个字是字，跟一个动物有关啊，字字自我介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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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厉害，哇完了少少就不好了，少年兵团，快点，团别字团，我们大家要什么？大家带一起，团圆圆可以吗？团圆圆可以，过圆山饭店店店。你要缴费，你要缴费，你家都需要电费，不是不是，你要你电力公司，对，私人物品，好，私人物品，品学兼优，优优，优，有一种有一种打的那种乐器，很多人，那个叫什么？打的乐器，很多人很多人在一起，那个团名叫什么？他不知道。优客李林，优客李林，可以，很简单。哇，你最常去的，你最常去一个地方。零零落落，哦，零零落落，零零里里啦啦吗？那是扔了。不是你最常去那个六条通啊？林森北路。哎，六条通是什么？快点换你啊！路路路，就他。那个你如果你要什么拔刀相助，你看路见不平。平来啊！平，品学兼优。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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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平安。好嘞，好嘞，好烂哦！我这队好烂哦！我们累了，我们累了，现在两分呢。还忍不住提醒下一个，嗯，拔刀相助。好烂啊你！你也有去过林森北路吧？林森北路怎样了啦？我们在玩叫污名馆。我没有，我喜欢林森北路。我以前去。我们在争执是第一个提醒，第二个。对哦。忍不住。好。跟林森北路什么关系啊？林森北路怎样了？林森北路很棒啊，我喜欢。你们这人脑筋不要污名化好不好？我没有污名。林森北路有烧烤啊，有饭店啊，又有公园啊，还有脱口秀的俱乐部。为林森北发声。好了，56-88，这个拿到了17分，赢那么少。历史记录是88，也是平啊！哇，历史记录88也是平记录啊！哎呦，哇，你们平了历史记录这一次，单关的跟总分，赢了就是输了，88-56，恭喜哪一队获胜？不是，如果我们刚刚两个字，我们四个字他们抽到两个字就输了。对啊，没有，我们刚刚比较没有玩到。好，精彩的贴在中中，卡了，已经有到，记得回来。
来新单元联想开幕。今天呢，我们是九宫格的两队抢答，抢答很难，很刺激。看谁先连线，好紧张。有时候不是不会答，是因为球爆得慢。哦，对，哎，球爆了，我们还没有破过这一哪一队这一下连线的，连线的连线啊，因为本身球单位不希，球单位不希望，对，因为不够长，因为节目太短，哦，大概都要6到7题嘛，摆烂很容易啊，我会啊，对啊，不要笑，你不是故意摆烂吧？你是真的烂，摆烂，我觉得是，我觉得烂，好不好？真的烂，来各自加油啦，来，各派一个人来，准备抢答的，我们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九宫格大概是可能只有一个人可以休息，对，对不对？下下去，哦，下去都会下去。我休，当然是我休啊。哎，你休。凯蒂，不要再，凯蒂，第一个下去好不好？给你机会。好，真的假的？凯蒂下了，凯蒂完了。凯蒂，等一下，凯蒂，等一下，凯蒂，我们要先赢嘛。来，孟泽啦，孟泽先讲啦。你们压力很大哎。何宇文，孟泽，何宇文，不能有压力。何宇文应该够，去吧，有压力。来，就位，好，没组，你们这边派两个谁？那我去讲，我去讲，我不能有压力。来，你们我们这边两个下去，好，来那个小熊跟 Teddy 了，小熊跟 Teddy 了，去，加油！派出两个来说的，两个来抢的，来，你们两个猜拳。啊，猜拳！哎，谁先来选？选题目，没关系啊，那你选吧，你选，你选。不要这样，文明哥。你有小孩的，没有你选。长辈，你也有小孩呀？对，我也有，对啊。你忘了你小孩？你小孩比较小，你选。失忆啊！你看看，看到没有？后生晚辈，敬老尊贤。对对对对，前辈前辈选，前辈选。文明哥，你选，你选一个。对，原来这样会被哪个称赞？不是，还是大哥你选吧。文明哥，你选，你选。我们这一段要做8分钟吗？怕你们选不过，就选个题目而已。他先过场嘛啊！来，孟泽选。好，我选啊。好，我选左上。左上，选到这个，你的这边左。还是这边左，哎，算了，中间好了。他是选中间，不是我忘记要抢连线这件事。当然啦，我忘记要抢连线。你们都不要看，你们是他有压力会紧张。不用看那个难啊，真假的啦。他想要我们玩，不好讲。没有，因为要盖，因为中间好位置一定难。你们看不到，你们看不到。完蛋了，不好讲哦。好好想啊！好好好，来来来，我讲，现在讲的正确，是好讲啊，这代。你有没有看呢？有，我看了，你有看了，哇塞！哦，不能讲到里面的字啊！为什么熊熊一脸就是放弃的脸？没有啊，他没有，他不会。哦，完之后就一副那个 Teddy， 我刚刚要过他，还闭眼睛。不是，我已经在思考要怎么组织他的脸了。我给他看的时候，他已经先偷看了。对对对，好急啊哈！来哦，联想 Table， Ready Go。啊，请你听我这样说，四个字常常讲一些做不到的事，说了做不到。先称赞自己几两斤重，幻想。哼，你好节省哦。幻想啊，可以吧？一队连线在即，奶哥却太过轻敌。选的当然是，他要选那个连线，我要顶他，一定是那一个啊。来，收工了，去哪？哎，答错我们就赢了。答错他也不会答对啊。请你听我这样说，两个字跟心跳有关，心脏跳得很快，我看到男人心痒痒的，看到喜欢的人会有的感觉。他一定不知道，怎么样？很简单，他一定不知道。我大你想到，你说，哎，天才冲冲冲，完蛋了，不好讲哦，啊。好好想啊！好好好，来来来，我讲，现在讲的正确，是好讲啊，这代。你有没有看呢？有，我看了，你有看了，哇塞！哦，不能讲到里面的字啊！为什么熊熊一脸就是放弃的脸？没有啊，他没有，他不会。哦，完之后就一直一副那个 Teddy， 我刚刚要过他，还闭眼睛。不是，我已经在思考要怎么组织语言了。我给他看的时候，他已经先偷看了。对对对，好急啊哈！来哦，联想 Table， Ready Go。啊，请你听我这样说，四个字常常讲一些做不到的事，说了做不到。先称赞自己几两斤重，幻想。你好节省哦。幻想啊，可以吧？可以，来，再讲，准备哦。待会我说请抢答才能答，好不好？好，来，第一个说一遍，四个字常常讲，常常讲做不到的事，四个字常常讲做不到的事情。第二个说了做不到，说了做不到，你跟第一个有什么差别？来不及改了，因为他讲完之后我就哦，来第三个，先称称自己几两斤重，
先称称自己几两斤重，又不一样方向。第四个，幻想，幻想还是妄想？对，妄想。你讲妄想吧。他说幻想。他说幻想。他讲幻想啊。他讲幻想。他说幻想。好。幻想。来，请抢答。哎呦，哇，陈明坚，不见得，不见得，先不见得会赢。说，痴人说梦，为什么？因为雪龙最后讲一个是幻想啊。然后前面大天讲的意思就是他胡乱一些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那这种人就被通常被比喻成痴人啊，你一定要想一些自己能力根本达不到的事情。哎呦，那最后答案是什么？其实我刚第一时间出来的答案都不是四个字的。那你跟他搓什么气球？不是不是，我后来一想了一个，你以为搓气球就有奖品？你搓了，我也搓。不然输，不然输，输在他是被吓到。哎呦，哎呦，你搓了，然后就自己抖一下。然后后来一想了一个四个字，但可能有点牵强，叫信口开河。啊，所以真的厉害哈，真的真的吗？姜是老的辣，看到没有？往重量里面。正确答案就是真的吗？对了啊，答对了。我还没揭晓了。我有做，我们做节目是有变化的，我们随便就这样打开，哪是对？那都不要说那边，明天再揭晓。梦话啊，你说什么？对，乃哥，你已经是史上主持人先排的先的最久的一个人了。皇上，你说什么？我说痴人说梦。痴人说梦。熊熊问一下，就被逼问的感觉，哎呦，很紧张。这是对哈，哈，真的假的？恭喜。没有，他讲说啦，他讲说说，他说说，哎，你重复别人还被打，你看，对，你重复别人还讲到你，是自己做不到的事，哎，我想不到这个，那你猜不自量，那惩罚，我好，我等一下，好了，红红，来换位置，哎呀，那个，我们这边第二个，语文啊，语文啊，我猜，好，语文都要上的，来何语文去，你何语文去猜，我去猜，对对对，你自猜，我去猜。我来说，我跟慧珍来讲，我跟慧珍两个两个，漂亮漂亮啊！没有，我选凯西，那我选右上，这边嘛哈。今天可能三题就连线了哈，好不好？大家开心，大家开心，开心。我要猜重量，又很难讲了，又很难讲了，你的表情都很复杂。刚刚那个很难猜，哎，有些人我没猜到，真的吗？刚我猜空口无凭啊，刚才。哇，感觉很难。文琪，看文琪的表情，晨晨的表情都很傻眼的。看得懂，他看得懂，你知道吗？再让我再一次，看得懂吗？完了，他不知道。完了，没有想法。我会不会也不知道？换个人，换个人，换个人，换个人。他不知道了，他不知道。我一定要跟文琪换，我跟文琪换。不行，你一定要猜。他这就不要答案了。来，熊熊来。熊熊也不一定知道。熊熊应该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熊熊不一定知道。怎么讲啊？这好难讲哦。你很难，会不会也不知道？知道。你很难，知道好难哦，知道吗？啊，你也不知道。完了。对啊，我跟你讲，不知道吧？你也不知道。换 Teddy， 换 Teddy。Teddy 可能知道。我就不知道。Teddy 跟陈大天可能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那两个，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哎，哪个真的没有人了？要再换人就要扣其他艺人来通告哦。什么？不要再换了。因为我会知道。可以换，其实换我们也没差吧？谁啊？不行，知道吧？哇，我不行，这我输了。那还哪个你下去了？别的题目好了。哪哥，你下去了？你来讲啊！我下来，你下来，你知道啊？可是要怎么讲啊？对的，可以讲。知道对不对？很好讲啊，前提不知道。来，知道可是很难讲吧？很好讲，要再看一次吗？根本不晓得。再看一次，来，再看一次，不用再看一次了吧？就不用看一次，不用看一次，知道这个人，知道，真的知道他是谁呢？知道这个，那是怎么想办法形容啊？很好讲啊，很好讲，很好讲啊。哪个？我跟你讲，你一定知道。哦，哪个一下去了，这个应该是局势会改变。对，我大概来，联想 tempo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五个字，好莱坞男星，喜剧演员，演过足球的，命运好好玩的喜剧男主角，还有那个经验博物馆的男主角。等一下，就是我们先回顾。等一下，要如果说请抢他再讲。我们先回顾来，第一个。来，慧珍，五个字，好莱坞男星。不知道怎么讲他。五个字，好莱坞男星，孟哲。喜剧演员，演过美式足球。
喜剧演员，演过美式足球。陈哥，命运好好玩的喜剧男主角。哦，命运好好玩的喜剧男主角，乃哥。什么惊讶博物馆的男主角？惊讶博物馆哦。好，我变惊讶。请抢答才能哦，来，请抢答。宇文姐，宇文姐，冬天不晓得。我是知道，但我后来想说。他是不是有一个好朋友？他们有两个好朋友，对不对？一起常对，谁都有好朋友，对不对？没有，他们有好朋友，有一对常常，所以我忘了男主角，他叫史蒂夫还是亚当啊？史蒂夫，快讲，史蒂夫亚当山德勒。哎，我刚刚没有看答案了，我看一下，是亚当山德勒吧？确定答案了吗？他有一个，他是不是常常里面的亚当山德勒？确定？对，就是演那个遥控器嘛。你说的是遥控器吗？命运好好玩，好好玩。对，然后他说的是博物馆有恐龙晚上会复活的。博物馆惊魂夜。经过博物馆惊魂夜。哎，确定？亚当山德勒。亚当山德勒。恭喜 pass。答案。对。好，我来跟你讲的好像是班斯蒂勒。你说的那个是他的好朋友。对啦，对啦，好险！我其实蛮熟，我搞混了。但是我也搞。我心里想的是班史提勒，但我只记得亚都有乐。哇哦，我搞混了，绝对是另外。白日梦冒险王也是班史提勒。我想的是班史提勒，班史提勒都有乐，很厉害，答对。但他们两个是好朋友，他们会常常互相 cross over， 我搞混了，对方的电影。所以关键的一棒，不管怎么换答案，哎，不容易。我们三个，我们这一队就一队六个人，有三个不知道。我忘记他是谁了 ，sorry。你看到脸应该看电影了，看电影就知道了，知道他的脸。来，我们来换谁？一比一哦。记这个人名字。那个小熊，小熊去猜。我们猜谁？吓到我。小熊猜啊。小熊猜。还是我去。都要轮到，都要轮到，早晚都要轮到。那我们两个。没有讲得下去了。我们两个。对，你们两个。早晚上。来来来，第一个小熊再讲，我再讲是吧？对，好。那个小熊，选一个。那就奶的中间，奶旁边层上面。好，可以。第一排中间，不会讲吗？层上面，奶上面的中间，上层上奶旁边，上层奶旁边，奶旁边层上面，奶旁边是胎记，奶旁边副乳啦，奶旁边是一窝，奶旁边是副乳。简单，很简单。好，来，那快一点啊！我想一下，不要，我想。我讲的走，走，好，很简单哈。来了，准备了。来，联想 table ready go， 啊，请你听我这样说。两个字，走路往后退。睁大的时候我躲开。退一步海阔天空，恐龙让梨的感觉。不要表情。好，我是想要注意听哈。哎，其实不好猜。来喽。一个一个讲，不要有表情，讲过就讲过啊，好好讲。两个字往走路往后退啊。走路往后退。争吵的时候我躲开。好，有鬼了哈，七月半已经过了。什么？争吵的时候我躲开。第三个。哦，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海阔天空。第四个。跟恐龙让梨很像的意思。哦，他意思很像恐龙让梨。来，请抢答。没有啊。好难，好难，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字吗？两个字，已经有人讲到。退后，退一步海阔天空，退让，有像孔融让梨的意思。哦，两个字，走路往后退。会不会是有人讲到？哦，争吵的时候我躲开。我知道，但我。好，我补一个，所以你们随时可以抢哈。好，补到什么时候你们随时讲，好不好？啊，这个大人物来的时候，这些人都会退开。大人物来的时候都会放行吗？嗯，对，一样，都不参考我。啊，不知道。好，还有谁可以提供更好的？我们不知道，没有看到答案了。你们哦，没有看到，没看到答案。哎呀，了不起啊！来，来了不起。来啊！是，你们不要讲啊。可以猜一个吗？哦，好，你说吗？没有，他们讲的，我听他们提示。对啊，听他们提示啊。好，不要打 pass 哦。你看吧，是你看吧，哇，我们讲还可以吧，真的是，我讲 OK 啦，来，谁可以提示？你们有答案吗？陈哥，我们可以给你们个提示，这两个字都有出现在里面。对，有人讲到了，真的假的？那就是退让喽，放抢啊！
退让。凯西先。我刚刚有想要讲退让，可是我想说，你先。我想说，怎么可能恐龙让梨，然后退后，退一步，然后都一直狂讲。答案是。那我就想退让。退让。我刚刚有想，但我觉得退让。答错。哎呦，你有机会哦！哎呦，不是退让，我也是想退让哎。十秒之内答，很客气。熊，我讲的很好，我觉得我提示的很好。你讲什么？你可以再讲。真的可惜。我说争吵的时候我躲开。那我对了。争吵的时候退。你没有回。大人物来，我们很客气的。他想不到那个。闪开，退后。对啊，想不到那个了。想不到那很客气的。想不到。哎，快快快！哎，让步，让步，让步。让步，让步。让步让步很客气啊，对不对？吵架的时候，让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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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吵架，我让步啊，还做一的，吵架做二的，做一。让步让步哦，让步他们没有讲那个了，对不对？这很少讲，他们很少讲。这个是很客气的用客气，对，语词好少讲，对不对？波了，哎，对不起啊，让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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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对啊，年轻的比较少用这种。没有，退退退退，闪开闪开闪开。我会想退。好来，我们放个炸弹，就不是回避。我知道讲到字来，大家谁？张文连不到线。你还嘿讲到什么退一步？因为我以为我讲的是什么？礼让。礼让。对，那让也讲到了。我们让也讲到了。我没有。来换人，换位置。难哇，难呢。哇，没有办法连线。来来，我来说。哪个你要哪一个？都可以啊。哎 ，Teddy， 加油啊！大天加油，加油！刚才是你们选的，现在换我们选来。对对对，大天，大天来。我们就选，好，就选那个，这个。你们要看吗？我不要。我们不用了吧？我们用了吧？哎，我们看到了啦。我没看到。没看到。从那边朝。不要讲到里面的字哦。不要讲到里面的字啊！好，我不会。目前我们的对的几率太少了，我慢慢走啊，来走。不要讲到里面的字哦。嗯。凯西又皱眉头了。那前面的厘清方向要清楚，要不然猜不到。凯西很聪明。好的。很简单，这很简单。来，准备。联想 Temple，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三个字，烧烤的时候很多油。烧肉店会有，里面有数字。哎，那个星座不是牛，这不是有盐味的烤肉酱。第三段发生什么事情？不是我讲错，不是星座，生肖。哎呦，生肖第二。好，大家再重复一次，好，来准备。不要冷静啊，我知道你现在有想。太急了，你别讲。第一个说的是三个字，然后烧肉的时候会有很多油。烧肉的时候会有很多油，在烧肉店看得到啊。第二个说的是烧肉店会有里面有数字，烧肉店会有里面有数字哦，很清楚了。第三个说的是补一下，我刚刚不能再补了，不能再补了。你要讲刚刚，你刚说了，刚演讲，你刚才星座，不是我敢，你刚讲十几个字，然后听不太清楚。生肖讲成星座啊，生肖这样，生肖排名第二，这样好不好？生肖排名第二，最后说的是有盐味跟烤肉酱，有盐味的。有两双味的，对，有两味的，有盐味的烤肉酱。请讲答，牛五花，你没想法？他不可能有想法。我真的没想法。他刚刚说烧肉店里面有数字的，对，有数字。然后是生肖，你知道吗？这很重要，没有肉。我刚被卡住了，我一直卡在什么沙茶酱啊那一类。你会卡到什么时候？卡到下一次来。因为刚才徐孟哲说三个字，烧肉店里面烤的时候有油花，对不对？油很有油的，你就要想有油的那些肉就排出来就好。油。然后第二个他说烧肉店里面有数字的食材，第一个我就想到酱类的嘛，因为那个。然后那牛的生肖再出来，哎对。那个星座哈，那个吊带鱼星座，那牛一出来，大概牛五花就出来了。答案就是你们猜对了吧？我们猜对了，很简单嘛。五花这个很牛五花，猜对没有？我们再接一个连线，那连线了，赞赞赞。那下一个人能赌啦，来来，我来我来，漂亮，去，我来，阿财，你去，去，好，我真的没看到，还是你去，不是我们，早晚都要上的。来，赢的廖慧珍请选题。啊，换哪个？哪个选？换哪个选？哦，来哪个选？
选什么？当然是他也要选那个连线，我要赌他，一定是那一个啊。手工的地方。哎，答错我们就赢了。答错他也不会答对啊。哎，不一定哦。你就刚才 Teddy 跟那个谁做的这 ，Teddy 怎么可能会对？不会啊，懂意思吗？你现在讲说我跟他一样。我自认为是比你强一点的。难的，不可否认。不要说到里面的字哦，不能说到里面。不要说到里面的字。我牛啊。乍看简单，就很容易被说的，不好形容。准备，出发。一样啊，这个不好形容，要形容清楚哦。哈，讲到字啊。哇，哦，这真的很难呢。要准备，联想 Temple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两个字跟心跳有关。心脏跳得很快。我看到男人心痒痒的，看到喜欢的人会有的感觉。大概知道，还可以的。上前面讲的比较模糊，你刚刚讲什么？来一遍。两个字跟心跳有关。两个字跟心跳有关，可以来。心脏跳得很厉害。心脏跳得很厉害。第三个说的是，我看到男人心痒痒的。你看到男人，你看男人哪一次不心痒？对啊。而且全身都痒吗？全身都痒。你确定只有这个也痒吗？但是好了，换季。不要对人有人身攻击。对啊，我讲的这个。不要再痒了，我们没有对人身攻击，我们对何宇文攻击而已啊。第四个说的是，看到喜欢的人会有的感觉，看到喜欢的人会有的感觉。他一定不知道，准备，对不起，很简单。他一定不知道，我当然。行，抢答。你说。哎。往前走。转对转圈，然后右手放在胸口。哇，好恐怖哦！对对对，再转再转一下。右手射出去，右手射出去，右手射出去，射出去，出去。射出去怎么射？方向上，它是一个运输工具。听说。30秒计时。哇塞，那也太歪了吧！运输工具国标舞。运输工具要这样子。天才，冲冲冲！你刚刚讲什么？来一遍。两个字跟心跳有关。两个字跟心跳有关，可以来。心脏跳得很厉害。心脏跳得很厉害。第三个说的是，我看到男人心痒痒的。你看到男人，你看到男人哪一次不心痒？对啊，而且全身都痒。全身都痒。确定只有这个痒吗？但是过敏换季。不要对人有人身攻击。对啊，我讲的这个。不要再痒了，我们没有对人身攻击，我们对何宇文攻击而已啊。第四个说的是，看到喜欢的人会有的感觉，看到喜欢的人会有的感觉。他一定不知道，准备，对不起，很简单。他一定不知道，我大概。行，抢答。你说。悸动。哎，我要讲悸动，他怎么会呢？你为什么那么放心？你确定？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不会啊。他为什么不会？他年纪也不小。好挫折。都这样讲就真的会啊。不是，你心动、心悸、悸动。这个只有张文琪不晓得。我刚才还想过，我不会，假如他不会，我就哎呀，我张文琪，你知道那个怎么念吗？我没有看到题目。这个字第一个字怎么念吗？哦，冬季的季啊。冬季的季，不是的，没有心的，没有心哦。加了心的时候就是变心跳的心悸，心悸，这就心悸就心悸。我呀，我又知道是悸动。耶，你怎么让他答对了吗？你怎么会心悸呢？哪个？我们连线呢？我们连线啊！不会，太快了。张文琪可能不知道哪个，我知道。张文琪他不会念。哪个？你这样的错了，因为我常常在悸动当中。包括现在吗？我在震动啊，不是悸动啊。我太大意了。真的，太牛了。讲得很好，但我想说他可能不会想这两个字。我们第一次连线呢，对不对？耶！谢谢奶哥，成功的获胜。好突然哦！打野，好爽哦！这个连线的感觉这么爽啊！好了，剩下感谢徐员外，剩下继续回到我们的神天台，冲冲冲！哇！来，金单元说一嘴好演技，要能说。
哦，当然另外一个要很能够揣摩了，没错，要很会给。要猜的话要有生活的观察，因为说呢，每个人他的那么表达。理解能力也不一样，理解能力，听的人理解能力也不一样，好，接收能力，比方说，比方说，来，你弄一个，好，转，转，手，左手拿出来，转，转，哎，哈，那你要有些人就会这样转，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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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接下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对，这样子，对，这样讲的，所以每个人表达会不一样。我还好，我们有那个的范围。有范，对，我们有提示，是是是是，好猜了，所以我们下次把提示拿掉，好，奶奶队先攻，奶奶队派出了超强的阵容，超强，李曼直接第一棒，这样很强，你有没有看何宇文在第三棒，哇，超强，因为你们也，我就说你不要生气，因为你了解他，对，我们俩，而且他要了解我。我了解你，张文琪了解我们三个就是连体婴、啊 okay、的。我怎么那么倒霉，让你们了解？你们摸透了。连体连一下也蛮好的、啊，连体人与人的连结嘛。真的啊 ，Teddy， 还有你，向后转，来戴耳机，还有他，还有他，你们两位也戴耳机。哎、嗯，我不用了，你不用吗？我不用，我不用。我要什么时候改的？通知我、啊，耳机都准备了，就戴一下嘛。不是拷贝我的演技哦，拷贝我的耳机。来太一，一到四，音乐。我选一到四，红色四，是的，四号的，是的。他演的是什么？哦哇哇哇哇！哎，这个有经典，好难演。这个经典，那个动作很经典，有些人可能忘记了，对，忘了谁经典，经典什么东西？我们家老人都忘了，对，真的，对啊，真的不记得，真的不记得了。没有，你可能不知道他的标准舞。有啦，有一个经典，那个怎么跳？没有，他出道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主持他的校园演唱会，是不是简单？不难。你那个年代的人不是，可是我跟你讲，文琪一定知道，他的知道他的歌，但是他的动作。对，他歌很有名，但动作好像没什么，对不对？没有，真的吗？你完蛋了，多吗？那你如果不知道就没有了啦。哪个可能会抢？好，有，他绝对不知道，他有一个动作，他不，他有，他搞不好都认识。不说话，他当然知道。许梦哲爸爸加油啊！许梦哲爸爸，许飞飞，好好说，你好好说，经典对嘴，好演技 ，Ready Go， 看，双脚半蹲，半蹲，然后开始抖，开始抖，抖大一点，一直抖不能停。然后手掌打开朝地上，外单，然后开始交叉，一直开合，然后双手握拳，上下敲一下，上下敲，上下敲，拳头，然后敲完之后，左手大拇指比左边，左手大拇指左边，然后再换，然后换右手大拇指比右边。哇，知道了，真不知道，你看哪个一定不知道，无敌清楚。这个这么经典，不知道这个风这个风景区，这风景区他应该去过。嗯，很强哎，哪个很强哎？对啊，我真不知道。你膝盖好，但你做的很好哎，做的很棒，技巧怎么样？这个不知道，这个是个年轻人啊。哎，说的一嘴好演技。不说，第二棒准备，面对 ready 可以了吗 ？Ready， 双脚半蹲，好，然后双脚抖，左右抖，右用力抖，右力抖，来，双手交叉，啊，抖一起抖，交叉，抖，好，抖，然后左手敲右手，用不是用那个拳头上下再敲，用力敲，然后呢？大拇指往右边，右手大拇指往右边。超时，还是做完了，很强啊，还是做完了。对啊，差点断。哎，我觉得我好像，你好像知道没有用啊，他们要知道，好像跟何宇文同期。他们俩年轻人会知道。文琪应该知道。你觉得什么？没有，刚刚听不到什么？他知道，不知道。我觉得是一个人。什么人？就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吗？你可以讲啊，讲啊，可以讲，没有关系。你可以讲啊，听不到。他们要对才用，你对没有用啊？谁？徐怀钰，对，谁？徐怀钰啊，对，不行，这什么东西？一种玉啊，人家经典的舞蹈，徐怀钰经典一种，他的一种玉歌的舞蹈是呈现给皇上，只有皇上能用。不是你这样，我忘记我待会要比什么？你说抖还有什么？你要记得哦，待会时间到，让我们多两秒，不要忘记了。不要告诉你，我这个人就是以德报怨。加油，你说啊。看着站起来，站起来演，站起来演，看着一号机，看前面哈，听到指令做动作。好，说了一嘴好演技，第三棒 ready go， 看着，双脚打开半蹲，然后双脚左右膝盖抖，左对，双手举起来，双手也不是往前伸直，抖，然后呢，左手摆在右手，双手握拳，
然后左手摆在右手的上面，这样，然后再继续抖抖抖抖抖，上下拳头敲一敲，然后大拇指左右比一比，哦耶，哦耶，好。三十秒讨论计时，列完了，看到。文琪刚才做的，这是一个人物，这是一个人物。啊？因为是个交通工具，对不对？这是人物，因为是个运动用品，对不对？这样子，然后有一种，因为是个运动，对不对？对，有一种舞是这样的，人物。有一种舞是这样的。哎，我什么？人物？人是人，这是人，是啊，是人是人。这样子啊，会有？他真的是人。哎，会有很流行的，这几年很流什么运动？很像很像跑跑跑，不像不是不是，哦，那是这样子。到底是最近这什么东西啊？什么人？不是运动哦。黑体好慌哦。什么运动？什么人？是明星吗？花露水。什么人？等一下哦。哇。有了透明了，我说吧，时间一到就要签名，好强！世界的奇妙，耶耶！就是喵喵喵，就是叫叫叫，我猜的啦，我不知道，因为一直抖脚。答案是什么人？喷口水。答案是喷口水。都是水，好湿哦！你喷你太多了吧？你喷口水，你的口水。答案是徐怀钰。徐怀钰，只有这样子，我不知道。时间早就要讲了，不让他们想，是吧？对不对？我猜的啦。Patty， 你知道徐怀钰是谁吗？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啊？你知道？知道？你是老外吗？我不是。最近还有看到他广告。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他又说上下就是喵喵喵，就是这样这样，整个身上他就一直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子。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那个是我的年代，他可能又太小。可是你刚才有一个动作很像冰玉姐，对我刚刚也是看到想说天哪，对啊，哇，青春阳光欢笑，那是这张，答案是徐怀钰吗？答对了没有？答案是徐怀钰。我知道，但我不知道这个舞是那个，他不知道这首歌的调调，对啊，他没在看，我也不知道这首歌。哎，这样男的可以吗？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第二题，换位置，来准备换位置。总统，佩提第一棒，卫生佩提第一棒，熊熊第二棒，张文琪第三棒，不要再擦口水了。来，小红，我追，请戴耳机，熊熊戴耳机，熊熊喜喜戴耳机 ，Teddy 选题目，一二三。橘白黄，什么橘白？橘白黄，橘。哎，不，我要第二张，第二张。哦，这个吗？白吗？对对对。好，善变。这还有没有那么简单哈？还有没有那么简单？哇，好难的。这就真的，这个难吗？不好比，不难，不好猜，也不好猜，不难了。很多类型，不难，哪会难比？也不要说得清楚了。你要表演，你要说的是他，看到了，好，好，你知道这个东西吗？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会有人不知道吗？但是其实我一直把他当外国人了。萧煌奇都知道。乃哥，你不是把他当外国人，你把他当没有智商的人。啊！哇！来，熊熊姐准备，听指令做动作，说了一嘴好演技 ，Ready Go。双手平举，双手平举，然后身体往前弯，微弯，微弯，好，往绕圈圈，绕圈圈，绕圈圈，往前绕圈，往前绕圈圈，往前走，绕圈圈，绕圈圈，对对对对对对对，绕圈圈，绕圈圈，好，右手握拳放在胸前，然后手力，左手一样举，一样平举，一样平举，好，然后准备好，往前射，往前射，往前，右手往前射，右手往前射，往前射，往前射，把，我在射。他一直在射，他都快没有力气了。是啊，射不是应该这样吗？你觉得这是你要照说照做，要不要让他们？应该叫射吗？对，当然不是。那讲得很差。我觉得讲得不是很好。我已经忘记了哎。很差。讲的，我们知道答案的都不知道。讲的我都忘记答案是什么了。讲得很差。完蛋了，我已经。哇，怎么了？准备。Teddy。完全。说了一嘴好演技，谁拍第一棒？看这个脸就知道完了。Ready。双手平举，平举，
平举，然后哎是这样打开的平举啊，对不起，双手平举，然后直走，直走，直走之后转圈，转圈，整个人转圈，然后右手放在你的胸前，胸前，右对，右手放在胸前，然后直接射，射出去，射，射，对，继续转，射，射，然后这样转，对，完蛋。完蛋了，完蛋了，完蛋！谁判你第一棒？我们都看不懂。哇，他是忠实传达哦。其实讲的，你少了一个动作。我吗？我少了一个，完了。尽全力讲的一模一样。总要猜错一下吧？都猜对有什么好玩的？对不对？那你全猜错就好了。全猜对不好玩。你们自己要稍微想象力了。观众喜欢看我们耍笨，可是不喜欢我们太笨。站起来。哦，也对。哦，我们要站起来。准备好，站起来。听口令做动作。好。说了一嘴好演技，第三棒 ready。ready。双手打开，像孟德这样子。对。好，然后往前走，往前走。好，然后转圈，身体一起转，对，转圈，然后右手放在胸口。好恐怖哦。对对。射出去，射出去，右手怎么射？我绕船。好，请回。觉得跟跳舞有关。请回，一定是一个舞蹈。你们刚刚就是一个舞蹈。因为他射出去一定是讲错了。答案对，为什么？提示方向是。没有，张文琪射出去一定是错的，一定没有射。好，对，不射，不射，不射。对对，好，他就是。如果我们两个人是合体，确定吗？是方向上，它是一个运输工具。听说。30秒计时。哇塞，那也太歪了吧！运输工具。我以为是国标舞哎。运输工具要这样子。不可。要这样子。直升机旋转。转转转。那就跳跃了。就是一个。那运输工具。可是我想到的是起重机，那个音架，但也不是运输工具啊。哎，等一下。挖土机挖。音架也算，它是把这个东西运到另外一边啊。音架没有运吧？它吊起来啊，它把。是吊起重机啊，音架是那根。哦。那一根。音架是音架。起重机是起重机，对，不一样。对，但音架不是运输工具，对不对？它算是一个东西吗？对，吊车吗？吊车。哦。音架有射吗？音架不会射吧？不是，射出去是起重机，没不会射。它会抛的，抛的是。射出去，他说的，他说射出去。他应该是抛。什么交通工具有抛？交通工具有抛。答案是吊车。吊车。把这个东西吊起来放到另外一边，对，有一个架子嘛。对，吊车就是那个，对，比如说那个报废车辆那里面有一个把它抓起来。在什么这个废铁的工厂啊？对对对，废弃工厂。对，吊车是吊车，不是拖吊车哦。吊车答对没有？答错了。老师，来来来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讲他讲的太烂了。哪个讲一次？你来讲，不是哪个讲一次？我讲你们演就知道了。那我们听到的跟原版的是一样的吗？差不多，差不多了，没有，差不多。他现在那头一开就徐奶奶说要换说法 ，OK， 要换说法，来准备，好不好 ？Ready， 好，那我们要照做嘛，一样照做。Ready， 好，跑步，原地跑步，跑，左右手拿一个东西，抱一个东西，跑，停，然后呢，弄个架子，弄个楼梯。楼梯放上去，爬上去，对，好，坐下来，把那个东西往头上戴，东西往头上戴，然后呢往冲，往前冲，冲，怎么冲啊？冲，滑下去啊？怎么冲？我脱下来怎么冲？你还记得答案是什么吗？雪橇，叫运输工具，工具，戴在头上啊，橡皮艇啊。放在头，哎，不对啊，这样干嘛弄楼梯啊？应该要来一个。对啊，不对。来来，陈慧明，溜滑梯，溜滑梯吗？你看一下有差。云梯吗？云梯。好，来来来，听我讲，来，好来，你讲。双手左右平举，看，双手左右平举，左右平举，左右平举，好，往前前进，不停的左右摇晃，一直平举，左右摇晃，然后回旋，转圈。这很像一个雷达，你知道吗？好，假设你的身体下方有很多东西可以往前射出去。啊，身体下方，下方，身体下方很多射，那怎么射啊？一个东西可以射出去啊？我们有很多水。是啊。不要生气，我觉得也只有我的比较好了，真的。你们两个的笔法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的比较标准呐、啊。你想想看，什么东西要抱着一个东西，然后往头上戴，还要搬楼，搬一个梯子往上爬。消防车。
好，准备揭晓答案。答案是战斗机。好难哦。爆钢盔啊，他爆个头盔啊，我不能，我可以讲头盔吗？不行啊。还好没答对，来第三题，换位置。奶哥跟没关系，不要生气，奶哥不要提战斗机，这就很难啦。不是你跟没关系，奶哥换一个，换我猜。战斗机真的比较难，真的比较难，真的。而且我们会先想到车子，我们不会想到。戴耳机，戴耳机，戴耳机哦。来，你要哪张？一二，李，哪个？对，好的。抽到的题目，拜托再难一点。哇，这个稍微简单了吧？那准备，目前一分，第三题第一棒 ，ready， 嘴巴张开，一直讲话，一对，一直动，然后左手摆在胸前，左手，对，然后对摆在胸前，侧的，九十度，对，面向自己啊，快点，要快点，然后右手举起来，比个赞，对，然后放在胸口，然后一直点，然后锵往前锵，往前打。然后往前锵也不能讲这个。左手握拳放在自己的下巴，然后此时右脚微弯，然后开始抖动，右脚而已，只有右脚，只能抖右脚。好难。蹲下，然后手举直往上举。蹲下，手举上。不，同一只手，右手不是左手。然后起来的时候再放回头顶，然后一直重复。起来的时候放回头顶，然后重复。这样。对。白痴。他们坐起来也好像不见了。你们两个要到台北车站去做这个，人家会丢钱吗？啊，我觉得比较不灵活一点。天才，冲！我们不会想要戴耳机，戴耳机哦。来，你要哪张？一二，李，哪个？对，好的。抽到的题目，拜托再难一点。刚才不够难吗？哇，这个稍微简单了吧？哇，这个稍微简单了吧？这个太简单，有点稍微简单。消防机都晓得，太简单了。现在你比较少做，对，很少做。曾经很好，以前也没有啊。以前是身体在动，跟嘴巴没有关系。来，聊起来。哇！来准备。目前一分，第三题第一棒 ，ready。嘴巴张开，一直讲话，一对，一直动，然后左手摆在胸前，左手，对，然后对摆在胸前，侧的，九十度，对。面向自己啊！快点，要快点。然后右手举起来，比个赞。对，然后放在胸口，然后一直点，然后锵往前锵，往前打。然后往前锵也不能讲这个。往前打。好，可以了，好，就这样子，可以了，我们尽力了，对不对？对，尽力了。好很多，是不是清楚了？对不对？往前打，你会应该会啊，不是吗？我觉得可以更简单吗？我也觉得可以，可以更简单。好了，第三题第二棒，说了一嘴好演技，万一不是听口令，你就猜不到。嘴巴打开，闭起来，就像讲话一样，张开，闭起来，持续，然后把你的左手举起来，左手掌心面向自己的左胸，对，然后指头朝上，手指头并拢，然后右手比个大拇指在胸前，然后按大拇指往前推，完了，有这个东西啊，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为什么不讲一个关键的？有这个东西，第三题最后一棒，没有讲给他，不说话。Ready， 听口令做动作，说一嘴好演技 ，Ready， 嘴巴开合，持续不要停，然后右手比大拇指放在自己的右胸口前，然后左手掌心朝向自己的左胸，放在左胸前面，然后呢大拇指朝上，手掌张开，然后整个手掌张开，然后手指朝上，然后比赞，然后哎一直按。什么？小熊不要停，小熊不要停，好好看。就是这样。好好看，不要停。对啊，哪个也是啊。可以，小熊不要停。三十秒讨论。方向上，他是。他，你给你方向啊。你要给我方向，我再讨论啊。他是一件事情，是吧？事情。这个什么事情？对啊。我怎么嘴巴要开合？或者说他是一个对？为什么嘴巴？对，他是个事情。这样嘞。
不是，他是他刚刚是，可是他刚刚说比赞呢？比赞是这样子啊，所以是这样，他这样，哇，球球侧面真的什么意思？好好看。你怎么有一种羡慕的眼光？还是要我拍他，他拍我？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我说是男，他有讲。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一段，都不会加这一段。什么事情会这样？一件事情。哇塞！刚刚两腿张开，他没有啊，他就没有没有这个指令，没有这个指令。没有，就站。啊？怎么办？我不知道，完蛋了。好像事情，为什么嘴巴要打开？好多难点吧。开合是怎么样？哪边开翻脸？嘴巴开合的事情。答案是两个字。奶哥，你知道答案应该会生气。你不要生气，先答应我。你先不要生气哦，你真的先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是怎样讲的？你确定只有奶哥会生气，其他人不会生气吗？我肯定也会哦。孟哲哥应该也会生气，什么事情呢？我以为应该也会生气，整队都会生气。是他理解你，一件事情，两个字的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我觉得讲的不够好。不是，我都已经有感觉了。他们没有走到关键字，好不好？我差不多在两分钟，对不对？真的真的。没有讲到，维持这个射出去了。战斗机。维持这个快乐的程度，维持住。维持这个快乐程度，要维持了，维持，维持。等一下，你会很生气，所以你再越快乐越好。你看，我想这样子，你讲一个方向，你事情太多了。快乐的还是悲伤的？我觉得是平静的事，蛮中性，对，中性，蛮中性。我觉得是平静的事，平静可以，平静的事。你看，你说你都快，对，快有感觉了。有的问题是，问题它是潜水。问题是它是平静的事情，平静的潜水啊。为什么潜水会这样？因为你要呼吸啊。哦，那打胸部是干嘛？对啊，给自己加油。潜水为什么要打胸？给自己加油。因为不是那个深潜，不是你有一个那个压的那个。哦。那个叫什么？压力啊，叫鼻压、耳压、鼻压或者那个。不是你有一个那个要这样压的啊？二级头。不用了，我也放弃了，算了。潜水，潜水。潜水有点生气了，来，你不要生气了。哦，有人要来，我们来说一下，第一个演一遍，第一个演一遍。我吗？我讲一遍，讲一遍，你讲啊，我讲，你再讲一遍哦。好，来一遍，好，你们坐 ，ready。嘴巴张开，一直动，对，然后左手举起来到胸口，90度，手掌立起来，手掌立起来。立起来，立在胸口。手掌。手掌整个对，然后右手举起来到胸口，然后大拇指比一个赞，对，然后往下按，三下，然后前面敲一个，三下敲一下。对，右手。念经啊。答案就是念经。不要生气，维持愉快的心情，健康的开心，维持愉快的心情，不能让他白色收起来，同一个位置。奶哥，我真的是这样讲，他没有这样讲，你没讲三下，有这念，我是说是按，不是按三下，按呢？你知道左手放在胸口，对，对不对？左手啊，左手五指哇，五指并拢放胸口，然后我的右手呢？他有啊，他就让五指放胸口，我就变这样子啦。那你要讲是大拇指贴到，那为什么不插中间？直立放胸口，对不对？然后呢，右手拨往下拨，大拇指往下拨，不是撞胸啊。那大拇指往下拨，为什么变撞胸？我没有，我没有说撞胸啊，我也没有说撞胸，我没有说撞胸。他跟我说按，然后呢，他跟我讲，我也是这样按，但我跟他们讲说，这样子比赞之后开始按，他们就这样子按了，是他们两个的问题。小熊，不是啊，我说开始按，他们两个就开始这样子按了。那你也可以跪下来啊，你念经很多人念经，跪下来更好联想。你或者跪下来好联想，跪下坐，双手合十，盘腿坐，对，盘腿坐。对不对？左手盘腿坐就知道，其实双手合十，密盘腿坐就知道了。放胸口，盘腿坐就知道。我们要坐下来或跪下来。还好只对一分，水。还好。你以前是佛教，你不能转天主教、基督教，以后就不这样子了。被骂，那有一些事情不好讲嘛。不好讲，很尊重他们。来，准备，攻守交换。交，来。
陈晨队两分叫，1-0啊，分叫是啊，基本上我们是稳输不赢的哈。哎，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的，没有那么容易的。大家理解力如何？来，戴耳机，来，来，文明哥，好，是哪一个呢？好好选，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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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我们来看，简单呢，哦。没有很难说，怎么样？很难说。一讲人物，那这样那几个动作，大家知道。人物啊，人物啊，很熟啊，熟熟熟熟熟啊！好，来，准备啊，来，说得一嘴好演技。哎，哎，不好意思。然后还有个来来了，动作准备，说得一嘴好演技 ，Ready？ 右手食指横在人中 ，OK。左手握拳，拳头向嘴巴，向嘴巴。对，然后右脚微弯，右脚微弯，然后左手跟右脚一起抖动，一起抖动，一起抖动。左手跟右手，左手对手，手要上下抖动，对，对着嘴巴。哈哈哈哈哈！太成功了！我现在跟你讲，答案是猜一种病。我讲的还可以吧？很好，对不对？陈晨都讲到了，很好，很好，很好。陈大天一脸茫然。你等一下会骂，好不好？准备，现在尽量不要骂，尽量。好，来说的一嘴好演技 ，Ready？ 右手伸出你的食指，右手伸出你的食指，然后摆成横的，然后放在自己的人中，人中，对对对，然后再左手握拳，放在自己的下巴。然后此时右脚微弯，右脚微弯，然后开始抖动，抖动，右脚而已哦，只有右脚，只有右脚哦，只能抖右脚。好难，好难，只能抖右脚。真的，只有右脚要这样抖，真的好难。看到没有，中风的前兆就是这样子。你能体会中风的前兆吗？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啊？讲生气的，他没有问题啊，讲得很好，很好。他讲得很好，真的吗？讲得很好。陈哥抖的比陈大天好。你还不知道答案呢、啊？当然你不觉得啊？对，因为我刚抖错了，所以我就强调一下，我没做到。你刚两脚一起抖。来来来，面对着我们一号机来，准备哦，好，加油哦！说的一嘴好演技 ，Ready？ 右手比食指放在自己的人中，左手横的吧，大概，左手变左手握拳，放在你的下巴。左脚伸直，右脚弯曲，右脚弯曲，抖动你的右脚，而且是不停的抖，不停的抖，抖直抖右脚，直抖右脚，只有右脚，好可爱，左脚不能抖，左脚不能漫画，哎，这样的不好抖哎，很难哎，而且抖右脚是吗？左脚要直的，很难抖哎，你那个，我跟你讲，你要抖右脚哦，你的左脚不弯，它抖不了。对啊，你还要伸直再抖，很难哎。可以可以可以，要弯哦，这样子要弯的。没有没有，哪个可以？不好抖，可以不好抖啊。你，哇，不用拉那么高。没有，哪个你们的理解怎么会不好抖呢？可以抖啊，你看，这不能抖吗？哦，那是上下抖，人家讲是左右抖。上下。哦哦，左右。好来，猜一个人物。啊，人物。人物不是猜一种病，好不好？会抖脚的人，一个人物。我描述真的，徐怀钰也是人物啊。看答案，我真的描述来做，真的。哎，30秒，这样子讨论。这个是有，要么有胡子，要么有厚大，要么有厚大。对，我刚才是猜到下巴。对啊，因为我刚才以为是。不能讲下巴。我本来以为是圣诞老公公，但是好像不是，这个应该不是。这是胡子吗？不是吧？因为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胡子，有留胡子，然后有。圣诞老公公不会抖，不会抖脚啊。对啊。你想想看，哪个艺人喜欢抖脚？谁啊？别讲出来好吗？知道。是不是？他应该不见得在提示哦。然后站着会这样子，然后这样。哦。这个人就在现场，维明哥啊。维明哥很爱抖脚吗？我不是我，比自己不就比这样就好了吗？啊，不是啊，语助词，语助词，不是，我就觉得不要生气吧，笨的已经超乎这个逻辑了嘛。下巴有胡子，然后又会抖。来哦，给答案。这是什么？谁啊？谁啊？谁会抖？没有是，没有。啊，那我们再想一下。我老婆在看电视，我没关系，你没关系。又没关系，好好难哦，真的没有，没答案。等一下，我刚才以为古时候的人吗？我刚以为是
伟明哥，因为我以为他起重机，有点提示啊。没有，我想问他起重机，我觉得他是不是古时候的人？有点提示啊，月老之类的。月老会拿拐杖啊？没有古时候的啦，没有古时候。我们都猜现代。现代什么？古时候哪知道？他只是个神话。难了，不然就伟明哥，我没有，我想要有下巴有胡子的只有伟明哥。好了，没有。陈伟他们也猜不出来，陈伟明。答错。我可以听伟明哥讲一次吗？给我们讲一下好吗？你可以讲一次你的，我们比吗？讲一次我，讲一次你我的。对对对对对，我们猜猜看。你觉得他们这样做有没有出入？又出入，他们刚刚出太了，又做的有出入，因为他前面有讲听错我的。好来，你也讲一遍他们这样。右手食指横在人中，横在人中。左手握拳靠近嘴巴，靠近。身体不动，右脚微弯。好难哦。同时抖右脚跟右左手。还要左手。抖。抖。上下抖。这很难哦。这什么啊？这应该讲对了也还猜不到吧？跟我们刚才念经一样，好不好？来，公布正确答案就是于天。他是榕树下。他是脖子嘛，不是你脚抬起来，不是抖了，脚抬起来啦，啊，脚抬起来了。路边一棵，那你是这样，抖起来呀，是抖起来嘛，对，也不能靠在嘴巴吧。他是麦克风啦，麦克风握在前面，对对对对，哦，这个也放在嘴巴，不是放在下巴，所以这居然是我的错，不好意思各位大家，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因为这个游戏是推理呀，其实不好猜，不好讲，好难哦。我刚有怀疑，他这样讲就对了，哦，对，抬起来，好来换位置，啊，好惊吓啊，还好，来快快快，好，来位置，失败 OK 了 OK 了，真的，大天你先猜猜，搓一起我们第二棒，凯西第一棒。好，凯西第一棒，你休息。好。哎呀，好可惜。戴耳机，好简单。戴耳机，戴耳机。凯西选一个。橘色，第一个。橘色。橘色。好简单了。来哦，这么快哦。准备哦。讲好哦。说的一选好演技 ，ready。右手比五放在头上。比五放头上。放直立的，直立放在头上，然后左手叉腰，左手抖往前往后。然后右脚抬起来，跳动跳动，右脚跳跳起来跳起来，整个跳起来，然后脸狰狞，脸很狰狞，对对对，很像很像，好像哦。天才冲冲冲！哎，明哥，凯西第一棒，第一棒，好，好好好。哎呀，好可惜，戴耳机，好简单啊。戴耳机，戴耳机，凯西选一个，橘色，第一个，橘色，橘色。好简单了，简单吧？这真的比刚刚那个还简单。这简单了，更难了。哦，简单了。嗯，但我不知道他怎么表达，怎么说了，好不好？看一下，好。来哦，这么快哦。准备哦，讲好哦。说的一选好演技 ，ready。右手比五放在头上。比五放头上。放直立的，直立放在头上，然后左手叉腰，左手抖往前往后，然后右脚抬起来。跳动跳动，右脚跳跳起来跳起来，整个跳起来，然后脸狰狞，脸很狰狞，对对对，很像很像，好像哦，很好，有想法吗？可能是一个动物吧，哎呦，像斗鸡啊，会不会是于天？应该是于地的吧？来来来来来，哇，这动作他不好做哦。啊，什么？哦，不好做吗？因为辛苦，会拆成另外。因为辛苦，来来，准备。多姐，多姐，多姐。对对对对，很好。做的一只好演技 ，ready。右手比五，放头顶，是不是竖着？对。然后左手叉腰，可以横的吧？可以横的，手横过对。手，然后左手叉腰，前后摆。然后右手右脚弯曲，右脚举起来，好，开始跳，原地跳，跳对跳，左手继续摆。左手继续前后摆，左手继续前后摆，很累哈，很累，对，很好，很好，很好，好，哇，很轻盈啊，现在，哦，好来，不错哦，不错，来来来，忘记讲表，完了，来来，看钱了哦，照讲照讲，来哦，照讲，说的一只好演技 ，ready， 来，右手张成五，然后放在你的头顶上，立起来，立起来，横横。
横的不是，立起来，面向外，往下，面向正面，往下，往这，继续，面向正面，快继续，然后又左手叉腰，然后右脚弓起来，抖动，跟左手抖动，然后转圈跳起来，转圈跳起来，然后都要抖动哦。好，很好，很好，很好，转圈。有想法吗？转圈，是猜什么？还没有吗？你有没想法？是个人吗？人？是个人吗？是个人？是个人吗？是个动物？动物？是个动物啊？这种动物，公鸡吗？鸡会跳？红鹤？红鹤？鸡会跳吗？鸡会跳？当然会跳，鸡飞狗跳。哦，对，鸡是飞吧？也会啊，鸡也会飞啊。鸡跳狗飞没听过吗？对。是个动物。一个动物啊，一个动物，它会张成这样子，孔雀，孔雀开屏，厉害了，厉害，它会开瓶子哦，是开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开瓶，看哪一家是宝特瓶啊？对，开瓶是吗？是孔雀吗？孔雀会跳红鹤，还要转圈，可是鸡啊，公鸡，公鸡会这么简单吗？怎么会转圈？会这么简单吗？它要走动，它还要抖动，它还要这样子抖动哦。好妩媚哦，那天哇，会这样，时间到了，哎呦，来，我们有机会赢了，有机会平手了，孔雀吗？孔雀，啊，确定了，应该就是孔雀，是没有开屏啊，对，它只有抖而已，它那时候害羞，害羞的时候，对，这么细腻，会是公鸡这么简单？孔雀它如果是要展现它的，它会开屏，它会，它害羞就收起来，求偶，那就不是孔雀了，这是鸡啊。鸡，可是又觉得好简单，是母鸡还是公鸡？有差别哦。公鸡有冠呢，公鸡有冠，对，母鸡没有鸡冠。母骨鸡，公鸡啊，公鸡吗？哎，它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对啊，是公鸡吧？公鸡还是母鸡吧？公鸡吧。我们要验一下啊，验一下，是啊，公鸡吧，是公鸡吧？公鸡吧，是吗？确定吗？确定，确定，公鸡吧。公鸡，这样算对吗？师尊，不对啊。啊，还有算对的可能性哦。所以答案什么？特性。少一个关键，对，这样完全不同。因为表情很凶，他少讲了一个，表情很狰狞。表情狰狞。狰狞。对，你看狰狞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狰狞啊？狰狞哦。表情很狰狞，很气，然后不用转圈。表情很气。所以什么？很像哎。叫，没有，应该再多加一个。好，来。脚勾起来，好跳，往跳，原地跳，往前冲一步，冲一步，退一步，退一步，冲一步，哦，斗鸡，哎，对，斗鸡，看到没有？好，生气，冲一步，退一步，冲一步，退一步，而且不是前后，是上下，表情很重要，上下，上下，哦，斗鸡，但因为知道是鸡啊，所以就对啊，上下，上下左右都前后，前后，哪个那个攻击的动作？对，你要有点没有转圈，冲一步，退一步。哎，我们差一点点。对啊，差一点。我们如果公鸡把跟母鸡把斗起来，我们就对了，就超级棒。我们应该斗起来。好，来换位置。我们已经输了。马西成哥，你去猜，我们稳赢了，稳赢了嘛，至少平手，至少平手，猜一下，怎么？而且你看，我赢哥去猜了，那我刚露了表情，来戴耳机，你胸才出来，很重要，戴耳机有没有？往前冲一步，退一步就好。维明哥跟陈说的很重要，对，来，登天，哪一个？黄的，来。往这个哇，打地鼠很难说，这个还说啊，因为你不能比到那个重点，对不对？要说的就不容易哦，因为那是我们看到，我们知道哦。啊，他们讲到里面的字，好啊。哎呦，来，讲到里面的字哦，猜的人会蛮。这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哎，因为我们限制很多啊。啊，来喽，说的一嘴好演技。右手握拳放在自己的头上，头上，对，立起来，立起来，立起来，哎，对，然后你现在蹲下，起立，会蹲下，好累啊，起立，然后这时候呢，当你蹲下的时候，你右手要举高，啊，不是，正常蹲下，然后起立的时候，右手放到自己头上，起立，对，然后反复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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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就是这样，对对对，不行，哎，说的有点难，主动跟，但是我们刚待会缩窄范围应该就会了。好，来，看着往前呢，来哦，
说的一嘴好演技 ，ready。右手握拳，直立放在头上，然后蹲下，再起立，蹲到地上，再起立。然后你蹲下的时候呢，右手往上举，然后起来再把它放回头上，这是重复的动作。对，就这样。哎，其实我接收到是这样。做什么？大气筒。大气筒，多厉害！哇，这天才啊！天才啊！真的真的，你这讲虽然不对，好，但是很清楚。我以为不对，虽然不对，但是有感觉像打气，但是很棒，很像，对，很像。联想力很好。它有个方向是给我们再看到一个感觉了，哈。来来来来来，你看到吗？不要那么嗨，不要那么嗨，来哦，准备哦，看前面演啊，说的一嘴好演技 ，ready。右手握拳。然后直立的放在头顶上，然后蹲下，放在头上，对，然后蹲下，蹲下，蹲到最底，然后站起来，好，然后待会蹲下的时候手举直，蹲下，蹲下，然后手举直往上举，好，蹲下，蹲下，手举上，不不，同一只手，右手，右手不是左手，然后起来的时候再放回头顶，然后一直重复，起来之后放回头顶，然后重复，这样，对，白痴。起来也好像不见了。你们两个要到台北车站去做这个，人家会丢钱的。啊，我知道，比较不灵活一点。还没还没讲，等一下，先讲方向再说，先方向。你先看看，看不。好，先不要讲，你就讲出来，没关系。你讲出来，讲出来，什么？讲出来。啊，吞剑。哎呦，吞剑。哇。那是这。吞吞剑。吞有人这样吞，可是有进进出出的吗？你抢我这个干什么？吞剑有进进出出的吗？不是，你要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对，你要进进出出，表示真的有插到啊！这和这不这这和还有啊，嘴巴啊，这你知道它表示有插到，你知道吗？插到喉咙有通，对，为什么不打开嘴巴？吞剑不用一直蹲呐，吞剑那直接这样吞就好了。对啊，不用去蹲呐。不是啊，它可能是那个。不好不好转，真的不好转。它可能是中国古代的剑，会从这边出来，一路通到底的。那叫串哦，那叫串烧是吧？来来，告诉你们啊，一种游乐设施，好吧？游乐游乐设施，对。蹲下的旋转木马，旋转木马还有什么？旋转木马。旋转木马有那一根。哒啦啦啦啦啦啦。就插在那个插在铁杆的中间，老板，然后一上忽上忽下的，然后转圈圈，对，有方向，对对，这看起来蛮像一个仪式的，不是嘛？那到底什么？很像个什么东西？对，你说的是什么？游乐设施啊，游乐设施啊，旋转木马，旋转木马，没有别的了，旋转木马。旋转太简单了，很简单，真的简单了。喷啊！什么？啊！再比一次。不是旋转木马，不是旋转木马。大家讲一遍，他们演，来预备。哎呦，来，预备。说的一嘴好演技 ，ready。右手握拳放在自己的头上，然后蹲下。啊？蹲下，蹲下，起立，起立。然后这一次呢，你蹲下的时候，右手举高。哦，好蹲，右手举高，然后。起立的时候往下垂，起立的时候往下往下垂，啊，往下垂，往下垂自己头，垂自己头，垂自己头，哦，往上垂，为什么垂自己头？啊，打打地鼠啊？地鼠吗？对啊，要垂自己头，因为我演的是我讲的是地鼠啊。你讲的是我讲的是地鼠本人，对啊，为什么垂镜头？啊，怎么不这样子？往前垂是吧？对对，没有是打地鼠，打自己，打自己，他是表示起来的时候自己头被打到了，就是起来的时候往下打人下去，对对对对，打下去，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这样，每次一上来就被打的意思啦，对不对？每次一上来就被打，上下蹲，右手往下垂，上来的时候往下垂，人蹲下去，他应该是人的立场，那这样子不是好？他讲的是地鼠，不是就站在我们要人的说嘛，那就要把这个，你看你这样讲，那叫人站。那边哦，然后左边打，右边敲，左边打，大家知道打地鼠。而且这样大家也会是念经，对不对？有可能，有可能。来，这个答案就是敲打地鼠。打地鼠。哎呀，一题都没有。对啦，我们是1-0，恭喜我们奶奶们获胜。哇，竟然赢了！休息一下，现在跟讲的点财，冲冲冲！